这当就忍耐，怎么你却放任我不管，难以选择去未来，没人能轻易否决我的笃定，保护你的我被世人抛弃，被命中注定再也没归期，只能去热爱你，只是我的决定不能胜过了命，只能去热爱你。林姐 ，Lisa， 跟我去开会。好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里做着或多或少的无奈之举。到底是人生就该如此，还是在为所谓错误的选择买单，亦或是我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？姐，那个合影留个念呗。我能自己照一张吗？中中中，别不高兴啊。啊，请进，请进。安总，您来了。张总，张总，啊，怎么了？江夫人来了。江夫人来了，什么时候啊？刚来，刚来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嫂子，什么都把您给吹来了，哟，嫂子，越来越漂亮了。你，谁让你到这儿来的？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啊？我不是和你说在门口的办公室等我吗？这是。哎，呵呵呵，喝口水啊！啊，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您这不都看见了吗？我说了说了，我没处理好。别跟我含含糊糊的。没有。说。谁？真好听啊！别了吧，这我的隐私啊，嫂子。哎呦，咱不听了。你跟老姜穿一条裤子的，你不讲我问他了？别，我不至于，嫂子。这样。我呢，本来想先和他处着看看，谁知道就，哎呦，把我愁的呀，天天到办公室堵我，好嘛，今儿堵到老姜的休息室了，你瞧瞧。你还有脸说，啊？
我跟老姜平时管你啊，你搞这么大的事情来？哎呀，人家清清白白的一个小姑娘，比你搞成这个样子。告诉你啊，你再这么吊儿郎当的，小心我上老姜那儿参你一本。别，嫂子，老姜那个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。啊，赶紧处理好呀。那我知道，嫂子，这呢我会赶紧处理好，老姜那边呢我也会慢慢和他说。关键是，您那边给我们严谨些是吧？ 就是你呢，四十岁的人了呀，懂不懂点事呀？我看这姑娘也挺面善的。啊啊！你不如就安定下来了。跟外边那些莺莺燕燕有什么好的？跟老姜这么多年了，这点没有学到的。人各有一号啊，嫂子。再说了，不是谁的运气都跟我哥一样啊，全都能找到像您这么好的贤内助啊。贤内，花言巧语的功夫用在工作上。 早成了500强的总了，啊，努力努力努力。嫂子，你好，我是江总的爱人，我叫安心。平时老张他们呢都叫我嫂子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他叫刘。嗯，我问人家的呀。 小刘，我叫柳青。柳青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你走。 马上过来，去趟医院。干嘛？嫂子生了，有点情况。怀孕了呀，就得好好养养，喝点汤补补啊。哎，你这赶紧谢谢嫂子啊。不要客气。你看，你这个香水的味道很好闻哎，什么牌子的？ 孕妇不能用香水，这是定制的洗衣液。啊，你说你这个人呐，嫂子问你话，你好好回答去。喂，我在外面开会呢，你跑到公司里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。 我到老公这里来还要提前报备的，当然不需要提前报备了，我只是想说，最近一段时间公司事儿很多啊。你看我现在就不在公司里吧？嗯，是呀，给你带的鸡汤你都喝不上了。汤我都给老张还有刘青喝掉了呀。啊，那个，你没事儿不用在公司等我了，我在外面还得忙一阵呢。 好呀，那你今天晚上要回家的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好嘞。嗯。哎，来喝一口嫂子的心意啊。江总不回来了，你喝掉了。哦，老姜不回来了，那嫂子您先走啊，我处理一下内部的问题，改天再去看你。我先去趟洗手间。哎，嫂子，我那个陪陪她，孕妇嘛，得多陪陪。 不好意思啊，这人不坏就年纪小就，你帮我问问他呀，用的什么牌子的洗衣液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慢点，嫂子。
喂，师弟，你那天跟我说的你的那个女同学，可以帮我约一下吗？你好，手术室在哪？左手边通道直走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今天突然又剖了，今天下午有点出血，血压升高，这是医生临时决定的。进去多久了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说是凶险型前置胎盘，有一定风险，跟医生说有些大出血。啊，那孩子呢？孩子已经送膀胱腔了。戴萌家属在吗？啊，在在。你是孕妇什么人呢？丈夫，现在情况是这样的，大人的子宫是保不住的，孩子出来的一瞬间就已经流血2000cc 了，现在这个血压有点站不住，我们已经征求过孕妇自己的意见了，她还是希望能够保留子宫，但是不能为了保住子宫而搭上性命。是，现在是这样，我们必须要切掉子宫，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。危险，孕妇又出血，大约2000cc 了。我们已经给她输了血，相当于她全身的血换了2次。她血液里的凝血因子已经消耗殆尽，因为心脏已经停止跳2次，还有可能随时停跳。现在就是高病危了，你需要签个字。医生，就我自己，我就看一眼就行。医生，医生，我的小子不能有事儿，我冷点儿，救命！吉人自有天相，好人有好报，应该没事儿。老公，你知道我没见过我妈。我爸告诉我，我妈跟医生说，如果有危险的话，一定要保孩子。这么多年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如果我妈没这么选的话，会过什么样的生活？也许她会有另外一个孩子，也许
他会像社区里面其他阿姨一样，每天溜溜弯跳跳舞。我总认为是我的出生才让我们家变得不一样了。我这么想啊，他为什么要帮我呀？要是没有我，我就没事了。我害怕，我不是因为害怕丢工作，我是怕跟我妈一样。我知道这样很自私，但是我也知道这些事情都是意外。可我自从怀孕以来，我就觉得我肚子里面这个小豆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芽，会冒尖儿。我甚至不知道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医生问我要选大人还是选孩子，到底选谁都是错的。心跳没有了，肾上腺素一毫克，准备。别胡思乱想了，以前都是我的错。这孩子我们不要了。现在已经脱离危险，但是还需要去 ICU 继续观察。谢谢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好。老婆，没事。经常在梦里见到我的母亲，美丽亲切。我问她为什么要选择我呢？在他身体里的十个月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一个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？妈妈，如果你选择了自己，一定也很幸福。母亲这个名字对他好像特别重要，成为母亲似乎是每个女人的必经之路。好像没有这个称呼，我们的生命就不是完整的。刘晓溪、阮棠、戴萌，还有那些正准备成为母亲的人，在日子里一点一点地失去了自己的名字，变成了某某的妈妈。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和他们一样，去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，去改变我的生活。师姐，来，你先喝点水。谢谢。李婉说先处理点事情，马上就过来。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事。这位就是你说的师姐。对。师姐你好，我是李婉。他跟我说过了，您是有关财务方面的问题咨询。不是我，是我的一个朋友，最近出了点状况。嗯。哦哦，
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个视频会议，你们两个聊，我就不打扰。好啊。嗨，不送你了。不用送了，快进去吧。嗯，师姐，这边请。好。您是说，由于您丈夫江宏凯公司对赌失败的原因，所以您想转让出手中的股权，以做风险规避？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其实是一种最稳固的止损，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，他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，虽然晋宏投资损失惨重会有这样的问题，但是他旗下其他的公司运转还算是良好。您知道他其他公司目前有受到波及吗？这个我倒是不清楚，但就算是一切运转正常，也难免有自顾不暇，需要补上那边漏洞的时候呀。嗯，目前我们是不是只有这一种方式进行财产保全呢？这是最常见的，当然你也可以为您的孩子去购买保险，受益人写在自己父母的名下，这样和你们夫妻二人没有关系。我们现在没有孩子。哦，所以您现在将手中的股权转让确实是降低风险的一种方式，只是什么啊？我们做过这样的案例，想多问您一句，您信任自己的丈夫吗？为什么会这么问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可能触及到您的个人隐私了，我这么问只是出于我的职业习惯。股权转让后分割财务的例子我做了许多，成功的基础就是基于你们夫妻双方之间的信任，唯一的风险就是您的丈夫是否对您隐瞒了其他的财务状况。当然如果您对他的公司比较了解，这倒也是一路子，或者只要不离婚问题就不大。那要是假离婚呢？法律上没有假离婚这么一说，离婚就是离婚，只要是离婚资产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了。知道了，我会考虑一下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今天的事啊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对外面说的，更何况我也不知道你们俩聊了什么。嗯，还算不错。李婉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理财顾问，希望他可以帮到师姐。今天还真得谢谢你。别跟我客气了，师姐。你如果以后想好好在重心干呢，我的位子就让给你了。哎，不用，师姐，重心也需要您。可能是之前业务上的流程您有些误会，其实不是。没事的，真的没事的呀。重心需要我，但曹达不缺我呀。我也不想他坐在领导的位子上，在我这里还威风不良，他也怪难受的。不过我们说好了，花香宝宝这单呢，我是要带走的，你可不许跟我抢。可是师姐，你这么草率的就做出了决定，你要不要再想一想？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事情，是想好了也处理不了的，没想好和想好了之后再决定的事情，最后好坏程度的概率是50比50，对吧？既然是这样，那就不要跟自己较劲，东想西想的了。走了，我车来了。拜拜，师姐。拜拜。姐。嗯。哟，怎么长痘了？上火了吧？嗯。你脸色这么差，应该是没睡好吧？哎，我嫂子生孩子，走了一趟鬼门关。啊？那现在没事了吧？现任还在 ICU 呢，就生个孩子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嫂子年纪比你大吧？嗯。那就是高龄产妇，肯定是有风险的。我还记得我生那会儿，我都觉得我要过去了。大宝一直不出来，医生说大宝再不出来就要窒息了。然后医生就用他的双手在我的肚子上压呀压呀，我的天哪！
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种痛，就好像有一辆卡车在我身上碾来碾去差不多。哎，后来发现啊，这都不算什么。姐，你可知道胀奶的头几天啊？哎，现在说起来又胀了。Stop， 别说了。啊，是我这一吐槽就忘了，我还是有正事要跟姐说的。什么呀？姐，现在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，你要先听哪一个？哎呀，先来点好的吧。行。姐，你火了，你现在可是互联网上的 A 姐。来，看看。那你每天穿着这么短的裙子往我那儿跑，我是不是要告你姓惠了？这个视频呀，都上热门了，没想到现在当个网红这么紧。还真是好消息啊！能查出来这谁干的吗？啊！一天天的这事也没有是吧？这办公室还真是需要大清理了。那姐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出去了啊。你等会儿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，村里要来新人。哪一村啊？好的呀。我在谈事，稍等。文姐有要紧的事想跟你商量。进来吧。来的也好，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。嗯，不要介绍，姚薇嘛，我们认识的，见过好几回了哦。安心马上正式加入我们雨果，今后你们是同事。什么职务呀？商务主管。徐总，主管跟总监职务有什么区别吗？暂时你们负责的内容是一致的，等安心正式入职之后，我再细分你的工作，我们一起协力把商务部做强做大。你不是有休假打算吗？徐总，我没有休假的计划，也没有这个需求。而且我也不认为一个职务需要有两个岗位，况且是在商务部，很容易形成内卷的。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刺耳。什么是内卷？不知道跟竞争实质上有什么不同？在我认为，有竞争才有进步。我们把业绩弄上去，公司利润提上去，你也没有必要排斥吧？小薇。你不要多想呀，我们的资源还是各有所长的呀。安心是来帮我们的，他跟花山宝宝的关系很深入。花山宝宝我已经跟了半年了，况且他本来就是我们雨果内部的业务。可我接到综艺那边的比稿结果，这个项目原本给到重心，是因为安心加入雨果，才把这个项目一并带过来。这就是你跟了半天的成绩。况且现在商务部跟综艺部是有史以来关系最差的时候，接下来合作你准备怎么进行呢？安心负责把项目带过来，就这么决定。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一群白眼了。这更年期老女人就那么点剩余价值了，给人榨干了喝了都不知道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跟我要交接文件，绝对的倒根。假婚姻生活不幸福，跟我这求什么存在感呢？还插个翅膀就能上天了，跟我这玩高精尖呢？谁知道是不是中心的那间啊？这是雨果，不是中心。等着有你喝一壶的时候。姐，
安总，这间就是您的办公室，您看看还需要什么，我马上给您安排。这间办公室有点小哎。小倒是没关系了，光线暗可是不行的。知道为什么光线暗不行吗？房间暗了对于身体来讲是不好的呀。啊，尤其是我们做生意的人，实力很重要，那身体也很重要。是，像我呢，买房子就一定要买那种南北通透的。哦，安总，现在空着的办公室就只有这一间了，要是有空出来的，我马上给你安排再换，你看行吗？这样啊，短时期内还是可以的，但是我来公司又不是干几天就要走的呀，时间长了怎么将就呢？对面那间是谁的呀？每天都在这操作。是啊，洗手间人太多了，不好占着坑，这里还隐蔽点。后悔过吗？啊？这么早生孩子？没有那么个片刻吧。你上次给薇姐惹麻烦的时候就后悔来着，王伟出差没人带孩子的时候也会后悔。但是当孩子冲你哭、冲你笑、需要你哄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找到了奋斗的目标，以后得越来越努力了，做孩子的大叔。姐，我以后不会耽误工作了。我婆婆来了，每天都有热乎的早晚饭吃。现在想煮融洽了？不太融洽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哪有完美的生活，相互迁就迁就呗，已经很好了。姐，你别担心啊，我们是你的人，是你坚强的后盾，咱们一起干他们。干，就是干。嗯，有事儿？姚总，办公室有调整，麻烦您这两天搬一下。新的办公室已经帮你安排好了。搬去哪儿啊？那不是新来的安总的办公室吗？哎，徐总的意思。那间小办公室其实也挺方便的。哪方便了？窗户也没有，美白防晒最方便。行，你传达的我收到了。我东西挺多的，得多收拾几天。能不能在 ICU 还在自己三五天？现在情况倒是比较稳定了。本来下午我打算看看他们 ，ICU 的探视时间比较局限吧。后来恒工说他在，就没让去。嗯。他妈妈来了吗？来了，今天才来。哎，
你别在这儿待着了，赶快进屋吧。弄完了啊。戴萌真是不容易。戴萌过几天转到普通病房，我想把恒星、刘星接过来住一段时间。好呀。成功那人你也知道，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。他妈那边情况呢？再嫁了，家里比较复杂，估计待不几天就走了。那他们过来，要不要再买个床啊？啊，买个折叠的就行了。你说恒星、刘星要是交给别人照顾，我还真不放心。真快啊，这俩小家伙，一眨眼长这么大了。孩子的事儿你不用操心，你现在就是好好的补补身体。我跟程空打听了，那个林医生确实比较权威，但是很难约，再等几天。反正这种事儿吧，就是得谨慎再谨慎，免得留下后遗症。到时候我陪你一块儿去。老公，对不起。这说什么呢？主要是我考虑的也比较少。但是以后再有这么大的事儿吧，你一定得提前告诉我。你有什么想法随时跟我沟通，好吗？我给你撑疼了。白糖，我们在家呢。你俩在家干嘛呢？给你们发微信也不回。哎，那个我今天收工早啊，要不咱们一块吃饭吧。你别啊，我刚做完饭，做一大桌子，你来我家吧。我想吃火锅，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们。喝口汤再去啊。太磨叽了，堵车没办法。下位请慢用。那个我就点了这些啊，你们看加点什么？不用了，先吃着吧，不够再加呗。怎么就一个人呀？你还想要谁啊？我把小林哥给你约过来啊。我不分他。你不是女明星吗？不怎么的也得有个保镖啊、助理啥的。我在外面吃着呢。啊，那赶紧吃啊。喝点啊，还得喝点，好久没见了。行，我陪你喝点。嗯，给你加点冰块。若言这酒量一直可以。我酒量哪有他好啊？他那时候在宿舍里都对瓶吹。哪有？真假的？我怎么没见过？那他是在你面前装的特清纯、特温柔，在我们面前就是一男的，好吗？杯子给我。哎，别别别，他不喝了，这喝不了。为啥呀？怀孕了？我这肠胃前两天不舒服，刚缓过来一点儿。我以茶代酒。来，来来，祝老同学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。行个字，干啥呀？姐，这太正式了吧！哎呀，这是我最后的妥协了。你姐夫那里呢，我也是要负责任的。这钱呢，是我们两个夫妻共同财产。
不管怎么样，欠条一定是要打的。那还摁手印啊？嗯。快点啊！哎，回来了。哟，姐回来了。安阳来了。哎。那什么，咱们事回头再说，我先接佳佳去了啊。姐吧，不留下来吃个饭、啊？不吃了，我得接佳佳去。啊，姐夫这个容光焕发呀，小领带真精神。白龙马，蹄儿朝西，走了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今天又是什么新课题啊？是投资啊，还是？给家里人找工作呀、啊，还是上次说的那个要买房子的事情。佳佳呢，马上就要入小学了，他们想换一个好一点的房，这方面我还是支持的。哦，不过欠条总是要打的。嗯，你看，嗯，你同意了？我是有收利息的，我都跟他讲了，亲是亲，财是财，是要分开的，而且每一次一笔一笔借的钱，我都记得很清楚的。